巅峰偶遇张老三，是没有打野吗？请问一下，张老三，三哥，我当时就先不说话。没有打野的话，那就只能再下来打野了呀，兄弟，我来打野，兄弟，你不会我来，我上把刚超神的，我靠，你不会要异选那我就没办法了。还剩三个是吧？可以的，先别开麦，刚才有点应该还是好打的。让他直接把我扔出来，这时候不开麦就太……鹦鹉之猴，嘿，国标都没有。哎呀，失败人士啊，这过年估计都过不好了。太难，那这个时候逼得我不得不开麦了。原本是状态下滑，想先闭麦乱杀一下，三哥，没办法，逼得我不得不开麦了呀。加油啊，林安哥，你怎么国标都没有了？已经麻木了，三哥，打滚哥，两千一打滚哥。难受啊，林安哥呀。玩的玩的已经开始2100分打滚了呀，我这玩个理性还打到我脸上来呢。你2100分打滚还是不错的，我在2000分打滚呢。你不是很怕女打滚吗？我靠，这又来帮女打滚怎么办？其实我怕的并我并非怕他，我是怕他搞我的队友。但这把有你在，我应该不用怕。可以可以，我很稳的。打了三哥，能救一下吗？三哥，很危险。我必须的，我有我保护你。这话说的，我直接就爱上了呀！你看敲过去了，这老虎没机会啊！李白哥，李白哥怎么说？哟，跳起来了，三哥，三哥跳他！拿下了吧，拿两个，用了。来，拿！我靠，三哥你拿啊，叔叔，我都不要了。拿呀！我满 CD 啊，我拿都不灵啊！我满 CD 啊，三哥。CD 都满了吗？我也满 CD。那我找阿迪拿呀。阿里拿呀，阿里没买 CD 啊。对，阿里，公司你在干什么？公司你，那你拿。我们都买 CD 拿这个东西屌用的。确实，一波团也打不完蓝量。斩杀！我操，牛逼啊！但是吧，不是遇到你的雕像，估计就要沉沦于此。沉沦于此，不至于，天哥，你的这个元哥也是非常强劲的，我相信你能打到巅峰在前十。杰哥都能上去，你还有可能上不去吗？一天玩20把元哥，白天元哥，晚上元哥，中午元哥，知道吧？一日复一日，他能不会吗？我一天玩30把貂蝉，还上不去。我这破的。哎呀，我手机真出问题了，要被咬了！哇，兄弟，还没啃了一口。